哇哦，这也太帅了！我教你，免费的小心点一个，还要关注哦。建议下载收藏，流量不好，我就收掉哦。先拍摄一个整体的影片，再拍摄一个镜头前的影片，一个只有头旋转的影片。这里要说明一下，黑墙的话就穿黑色，白墙就穿白色。接下来打开我们的剪映，并导入第一段影片，只要第一段就好哦。导入完成以后，我们就先添加音乐进去。添加音乐完毕后，找到重要的节点，可以将多余的部分先删除掉，并对一下音乐的部分，将多余的部分删除。再来在重音进去的部分，这里我们需要做一个记号。OK， 在这里的时候，我们要点选画中画，新增画中画，将第二段影片导入，然后第二段影片也是找到需要的片段，移动到我们刚刚设定好的位置。在这里呢，我们点选智能抠像，将第二段影片的影像抠下来，并拉至像视频一样的大小，将多余的部分删除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在 Hello Mother 的部分呢，我们也做一个节点，在这里呢，新增画中画，一样使用智能抠像将头像抠下来，在这里我们是按定格，让它只有一颗头的画面定住。我们对一下头的大小，调整完后，我们将它移到画面之外。这个定格的画面，我们打上一个关键帧。接下来将头的移动到适合的位置，再设一个关键帧。在这里呢，就要特别注意，在每一个微小的动作之后，都要调整一次关键帧的位置，让它随着手的动作去移动，这样看起来会更真实。好，当做出抛的姿势之后，多余的部分我们就将裁切掉。接下来将旋转的影片放入。一样，在开头的地方必须跟最后一个位置是对齐的，然后接下来每过一格就让它移动一下。这边要记得，头会越来越大，头会越来越大。接下来在这个有限的时间里面呢，将头移动到第二段影片相应的位置。接下来就自由发挥了，我在这里使用动感特效的瞬间模糊，让头看起来更加模糊，并且只作用在画中画上。再就导出看成品。